嗨哟，哇塞，为什么今天这么火？是不是因为我穿的深蓝色？还是一样火，看来是衣服的问题。还有，忘记擦口红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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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红了，笑死！太红了。抽这个，今天抽这个，开玩笑。谢谢纪委的会员票，哈哈，冰冰，哈哈，九蛋，哈哈，刚刚，哈哈，小辉，哈哈，成安，哈哈，5.56，哈哈，圣博。还有什么姻缘线？还心头宝哦，还有，还有，今天的抽奖。可以帮我看一下吗？放宽，看不到了。哦，好吧。等，我需要有人帮我检查，不然我等一下又打错就好笑。送一个就可以抽一次，对吧？对，对哈 ，OK 哈，没问题哈。还有，嗨嗨弟弟，嗨嗨你好，请问主播要活动页背包碎片礼物吗？好哇。谢谢，嗨嗨静静，谢谢阿冰冰的一颗星，谢谢丽莎的亲亲宝贝火箭头像，谢谢阿冰冰的真情告白，谢谢，真情告白。嗨哟，大家晚安呐、谢谢圣博的告白气球，气球，耶耶，嗨嗨哟，大家晚安，吃晚餐了吗？今天是联赛 day， 真的是狂风暴雨的，还是在等待我们是坚强的小孩。谢谢点的纸飞机。嗨嗨张德，嗨嗨景七，嗨嗨四豪，嗨嗨 OK 啦，嗨嗨阳光，嗨嗨后知，嗨嗨鱼鱼，谢谢鱼鱼的姻缘线。狂风暴雨的还是在等待我们时间。哇，谢谢 ADD 的极速浪漫旅，谢谢 ADD 的极速浪漫旅，
要讲一下的会员票，还还怎么讲？啦啦啦啦啦啦，嗨嗨庄，嗨嗨沙鲁，谢谢阿 K 的会员票，嗨嗨九六，接下来吃水果。我第一次看到水果盒是这么大一盒的，这可以当成正餐了，这可以当一餐了，一餐还吃不完。上面有雅音，嗨嗨嗨嗨嗨嗨六九 T， 嗨嗨 you。嗨嗨哈哈，这个真的是很怕我们饿到哎、欸！谢谢草莓酱的会员票，对啊对啊，嗯，好冰哦。不酸，可是好冰哦，好吃。对，雅音水果盒超大盒，这个大小是那个人家洗整盒在卖，那个叫什么小番茄的盒子，这超大盒，这要吃到什么时候？嗯，哦，它葡萄很甜耶。你要帮吃几口吗？好，对啊，这个量很多哎、欸，对啊，装小番茄或核不或葡萄，谢谢呱呱的会员票，谢谢抓抓的会员票，哈哈，有星星了，对啊，橘子是剥好了。还有抓抓的会员票，谢谢谢谢果酱家的会员票，还有嗨嗨微微。如果大家有要续群的话，可以欢迎在这两天送送活动一来续群哟。然后想入群的话，只要那个月榜丢到9690就可以入群咯。谢谢游戏也有的会员票，嘟嘟嘟嘟嘟，嗨嗨180，嗨嗨念兰，嗨嗨土司机，放点音乐，大家今天有变成落汤鸡吗？嗨嗨星辰，谢谢阿 K 的极速浪漫旅，谢谢阿 K 的极速浪漫旅，谢谢果酱家的会员票，现在雨很大，但有没有昨天前天大？刚好出门的时候没有雨。这雨真的是会出去会全湿的那种，昨天前天真的是下整天的。谢谢抓抓的纸飞机，谢谢抓抓的纸飞机，耶！对啊，今天比昨天好一点，看出去没有这么白了，但还是很大。一踏出家门就抱雨刮冲回家，是没带伞吗？雨衣也湿透，居然吓到连雨衣都湿透了吗？嗨好一起，谢谢雨辰追踪。嗯嗯嗯嗯，谢谢瑞的会员票，谢谢瑞。这时候就可以听我唱的雨爱，听雨的声音一滴滴清晰，你的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，有车跟没车一样，多多少少还是可以挡到一点点啊。嗨小熊，
谢谢九六的掌声鼓励，他还躺麦头。其实我也觉得栗子包茎蛮好用的，呵呵，但它材质很棒。谢谢阿果的会员票，谢谢阿果，谢谢果果的会员票。嗨嗨黑鱼，谢谢小熊的缘分相遇。如果是要四八四会多少钱？我是希望不要了。那个除湿机啊，完全没用，开了完全没用。哎，一停下来，啊，开了有用，一停下来，然后又会变超级无敌潮湿。好可怕，好可怕。为什么要开除湿机？如果不开除湿机的话，我也不会开。没有了，海海世界，会不会早上好天气骗了？真的，早上给我出太阳哎，太过分了，欺骗我的感情。让我看天气不对，我是因为我是这几天，不是因为这几天都有班，然后所以我就一直很就是关注着那个气象预报。早上来出太阳，下午要洗衣服就下雨了。但现在这不是我的锅了，这就不是我的锅了。前几天抽奖有给地址的米娜桑，但我已经寄出了，对，有抽奖有给地址的，大家都寄了哟。这个装的气泡水，哈哈哈哈哦啊！谢谢装的香槟香槟，谢谢装，谢谢小彩的会员票，耶耶耶耶耶！哪有？我现在已经没有下雨魔咒了。哈哈，大饼，好了，我要休息一下，有点饱。它好大一盒哦，这个够那个，从那个如果有球赛的话，可以从赛前吃到那个，吃到回家继续吃，暴吃怀疑太多。对啊，今天要延赛，下雨啊。而且听说球场超级无敌、超级无敌、超级无敌湿了，然后不止球场，外面也是很大暴雨。我最有下雨的魔咒，一想出门就暴雨。你光用想的话就会暴雨吗？今天好漂亮，谢谢。因为我今天化了妆，我只差睫毛没有夹而已，你看到吗？我该画的都画了，我只剩睫毛没有夹。我想说去球场再夹。然后呢，稀里稀里哗啦哗啦，雨下来了。对，对，所以我就化了妆。真是的，谢谢土司机的一颗星，谢谢。真的是稀里稀里哗啦哗啦，不稀稀不稀稀。嘻嘻不嘻嘻，嘻嘻不嘻嘻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的嘻嘻不嘻嘻。这个夏天，可能现在水去加入他们水都一样，对啊，太可怕了。哦，我记得不是2001年的时候有一个台风嘛，然后不是不知道是淹到哪里，因为我。现在那个就是每次搭是什么台北车站的板南线吗？然后就有看到它上面有画一条线，是某一个台风
某一个台风淹水淹到的那个位置，他说哇，那个超可怕、欸。哦，那里，但那个时候我好像还没出生呢、欸。我记得好像是，他好像是2001年的。谢谢大饼的香槟香槟，谢谢大饼的香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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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大饼的香槟香槟，谢谢大饼的香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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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大饼的香槟香槟。香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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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槟。谢谢大饼的香槟，谢谢博腾的爱如潮水，谢谢大饼的香槟，香槟。辛苦了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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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大饼的香槟六连击，谢谢大饼的香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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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槟。谢谢大饼，那时候还没出生呢，我也好像也还没，他好像是2001年的九月，是吗？还是十二月？忘记了。淹水线，九月，我也还没出生。台北有最大志宏时，那你们有印象那个时候是多淹吗？你们遇过最大的？最大的淹水是什么时候啊？其实我好像都没有什么印象。嗨嗨嗨嗨，小赖，谢谢小赖的彩虹小浪花，收收活动一的会员票哟，谢谢大家。要有印象大概就是摩拉克哦，真的，哈踢方溃堤哦 ，Oh my god！ 那、后来怎么办？谢谢博晨的天平宝宝，淹到腰 ，Oh my god！ 不管台风多大都要上班，对，就是，但不会啦，就是如果再大一点的话，就会停班停课啦。谢谢小赖的会员票，谢谢小赖，谢谢小赖的会员票，耶耶耶耶耶耶。谢谢小赖的会员票。后来一直叫消波快才没跳掉，本来都要撤离了，真的假的？你说他差一点顶不住吗？木质家具全部烂掉，淹到膝盖 ，Oh my god！ 而且不是听说就是。如果什么车子停在地下室啊，然后如果有淹到停车场的话，那个水退了、抽干了，都是黄那个黄的水，然后车都不能用。这不会是烟，不浪费你的爱，你的美，停在堤防。好像也没遇过很大的淹水，厚厚的泥巴车，真的是 Oh my god！ 现代的电脑车这样几乎只能报废哦，是哦，是因为太多那个吗？就是不能碰到水了，有人的房间淹水了，为什么？你说淹太高吗？还是什么？马路都变飘飘河，超可怕的，不行。哎，那个走路的时候都要，我都会那个，就是跨大步一点，就是踩那个没有水坑的地方，不然鞋子就会湿哒哒的。电子零件很难完全修好，哦，也是吧。嗯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泡水电路会坏掉。Oh my god！ 台风看到整个地下道淹到满出来，我记得不知道是最近哦，最近不是有某一个台风吗？然后日本的地铁也是淹水啊，菜面房间。
车子经过水盆上来，真的，真的。泡水车内进了几乎没救，电脑大部分在副驾底下，你很了解，不愧是专业。硬骑过去，可是总不可能下车，总不可能下车，就是慢慢这样子牵过去吧。我上个月去前一周，去上个月去前一周什么意思？你说淹水的地方吗？在等我。小时候，就是每次下雨的时候，我就很喜欢去跳那个水坑，然后他们就说你不要去玩那个水，那个水脏脏耶。对，然后但是我就是那边一直跳，然后最后就会被骂，那叫你不要跳，那么一直跳。你们以前有去跳过，就是小时候跳过地板的水坑吗？雨很大的时候，经过高架灯，可能上面会被上面偷袭，真的超可怕的。嗨，你好，你好。现在出门裤管必湿，超不舒服。对啊，都要穿短裤或短裙。对，我就在那个水滩上面跳。Hello， 阿耀，昨天才跳的。其他赠品吗？赠品已经写在也不能说它是赠品了，该怎么讲？它算是一整套，它算是一整套，对，它也不是赠品，就是会有，就是这一次预购，这一次的也不是预购，这一次的生日 life 的话会有，就是入场资格，然后有那个叫什么？荧光棒，然后有小卡，对吧？就这样。他跳跳还有画面，我已经下单了，期待吗？你的所有，你可以先带着电池。你如果会怕的话，可以先带着电池。会有被修理券吗？没有。请你等等我。现在跳水花比较大，应该会大很多哦。现在跳不只是水花大了，就是，对，还是不要尝试比较好。在等我，我的留意。谢谢 MM 的会员票，谢谢 MM， 多谢 MM， 多谢。生日当天写卡片给你会收，会哦。生日会当天会有一个收礼处，对，大家如果要送我生日礼物，我也是会很开心的收下啦。会有一个收礼处，对，如果大家就是还带礼物给我的话，我会太开心。不能过大，对，要体积不能过大，你们不可以就是抱一颗那个李丽丽等身抱枕还给我。去年是蓝骨头，今年是什么？今年是蓝莉莉。红包收吗？收啊，当然收啊！谢谢九蛋，谢谢九蛋赞助我一餐，1:1的真抱枕。不要再送我体重计了，不要再送我体重计了。我可以在一场活动中收到两三台体重计，不要再送我体重计了。等中抱枕不要，年年的蓝天，清澈的水面，你和海平线。那你怎么记不住啊？不错啊，不错啊。可是我没有，我不要一直面对我的体重，到哪里都看得到哎。哦，就是我前阵子买的那个小米的那个叫什么电动的，就是自动的给皂机嘛，就是那个洗手的那个叫什么给皂机，对，它是自动，我觉得超方便的，都不用用手压。谢谢宝娃的会员票，谢谢宝娃娃，体脂更好。那不要，我不想知道，吸收乳机，但它是泡沫。对，
它是泡沫状。谢谢 NL 的会员票，谢谢。噔噔噔噔噔。不会啊，那这才不会这么容易坏。谢谢宝娃的纸飞机，不要送我提纸机，谢谢。谢谢宝娃的指挥机，谢谢宝娃娃的指挥机，谢谢 NL 的会员票。哇，谢谢宝娃娃的时空旅行车，呀，这很像那个耶，这很像那个叫什么？哆啦 A 梦的那个时光机耶，一直逼我要给肥皂，给我，给我，谢谢 NL 的会员票，嗨嗨 ，Steven。一长串的信任我们，一天一天慢慢实现。没关系，我不想知道提纸机多少钱。谢谢四豪的锦鲤，谢谢四豪的锦鲤，锦鲤。谢谢刚刚的姻缘线。还有什么不收的礼物吗？不收。谢谢刚刚的小明香饼，不收，不收生物，不收生物，对。有懂吗？不收，大家把自己寄给我。不收，不收，不收宠物，不收，不收蟑螂这样子。鱼之百种，对。对，不收，不收生物。不要寄生物给我，拜托。人可以吗？不行。谢谢鲁蛇的锦鲤，谢谢，谢谢鲁蛇的锦鲤。不行不行，不可以！不要再送我体重机了，体重送我体重机的人，我会把你们公开出来公审你们。那再送啊，樱花公文龟不行。樱花公文龟是那个它是画在2000元上面吗？坏掉碎纸机，你要叫我帮你维修完再寄回去给你吗？嗨嗨，云南。而且我这么可爱，来人啊，把沙鲁抓走！谢谢双吉林的陈浪而上会员票。嗯，想着。谢谢游戏六的好多气泡水。可以，那先公开自己的体重，可以送体重计吗？互相伤害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的体重是秘密，你们的不是秘密。不行，我们就让体重这东西永远沉迷就好了，我们就不要这么执着了。对，我们要执着对地方，我们不要执着在这里，在这个没有用。不要啊，不行。好朋友只是朋友。还是朋友不能够占有，疯狂以后究竟如何如何所求？有人今天原本我要来看球嘛，然后结果下了暴雨就没有来的。那也不跟你讲我的秘密，你的秘密已经跟我讲完了。谢谢四豪的锦鲤，谢谢四豪，谢谢宝娃娃的锦鲤，谢谢宝娃娃的锦鲤。今天的抽奖是库里记的，谢谢四豪的锦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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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四豪的好多锦鲤，谢谢四豪，谢谢四豪的好多锦鲤，谢谢
鲁莎的经理，经理，经理，经理。谢谢鲁莎的经理，谢谢鲁莎的经理，谢谢鲁莎，谢谢四号，谢谢丽塔修哥的好多缘分相遇。啊，就是今天一样有抽奖哦，今天抽的是库利马这里的签名海报，哈哈，幸福。温柔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回头？嗨嗨，嗨嗨，小文，怎么了？一直叫我，有种这次很容易跳到最低的感觉，真的？为什么啊？谢谢最深的好多彩虹小浪花，小浪花，不要说出来哦。好，那我嘴巴闭闭。谢谢鲁莎的指挥机，挥就挥，挥就挥。哇，谢谢鲁莎的牡丹花海，谢谢鲁莎的花海。哎呀，请客，开出高的是不是？嗯，哇，马上不是最低。那我要讲说，最近开的都是最低，浪真的是这种随机的东西还是给最低啊！这样那会不会等下开一个大的出来？给你开15次666，直接哭出来。指挥机，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喝的是哦，谢谢淳安的金色香槟，谢谢淳安的香槟。就是我今天怕我水肿，所以我今天喝的是红豆水，对。谢谢赛豪的纸飞机，谢谢。然后结果，对，太难过了，没有，对，下雨没办法。谢谢淳安的香槟，谢谢赛豪的纸飞机，嗨嗨 ，ONG。因为它颜色不一样，它是红豆水颜色，而且我还泡了两包。你不是吸管脏脏的？对，不是吸管脏脏哦，吸管脏的话有点太脏。喝不下去，谢谢丽塔修改的水晶四叶草，就更重。哪有？我觉得我今天比较没那么重，我都看眼皮来看我有没有很重。红豆水它就是一个很微妙的味道，我其实也没有到很爱喝红豆水，但就是它就是对于消水肿还是蛮有用的。我记得好像是可以按身体，然后看它有没有很多那个，看它回弹的速度。如果是很久的话，就是很肿，我记得好像是这样。然后你如果回弹的很快的话，就它会有一个印子。然后如果它回弹的很快的话，就是没有水肿啊。如果压下去，然后过很久它才变回来的话，那就是很肿。那我今天喝，干嘛这样？哈哈，蚊子。那我觉得红豆水的味道就是红豆水的味道。谢谢点的锦鲤，谢谢。红豆水跟水哪个好喝？红豆水比较有味道，它就是有一个味道。对，皮肤剧场应该好像不是耶，我记得是看水肿也是可以这样看。但我觉得我今天已经算没有这么肿，平常更肿。红豆水有红豆味吗？我觉得它跟那种一般的那种红豆汤的味道很不一样。有味道啦，可是它也不是红豆的味道。无糖的红不是，完全不一样。谢谢点的水晶四叶草，嗨嗨萌。对，神奇的味道，你们可以去买一包来喝喝看呢、啊。不然那个便利商店有卖那种一罐的红豆水，只是不同家，我喝的是用粉泡的。有甜味吗？没有。对，就是喝了会消水肿这样子，去喝喝看啊，那个便利商店就有卖了。都恍如昨天。可以喝完会跟栗子一样美吗？可能不会，因为喝完会比我更美，没有了。
但我自己红豆水比较喜欢喝热的，因为我觉得喝冰的或者是常温的会很奇怪，味道会很奇怪。但是你们又不需要，你们平常又不用消水肿，还是你们有这个需求，需要消水肿的需求？错觉。喝过冰的就水水的味道，但是我是泡比较浓的。我喜欢喝热的红豆水。谢谢点了一颗星，不会因为栗子最美，笑死。红豆汤就是要喝热的。那你们喜欢花生汤吗？因为我超喜欢喝花生汤的，虽然花生汤有的时候会有点甜，但我真的超爱花生汤。谢谢汉汉的彩虹小浪花花花。那你们是吃刨冰、吃豆花、吃花生汤、红豆汤的人吗？因为我很喜欢豆花，然后我也很喜欢仙草，我也很喜欢花生汤。我刚讲过了吗？讲过了。是该藏好翅膀，能遇春露吗？与你相惜商量。嘟噜噜噜噜，夏天中午会直接点豆花当一餐，可是这样会饱吗？我觉得不会耶。这是第三次的试炼。那你们吃八宝粥吗？谢谢 you 的极速浪漫旅，谢谢 you， 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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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 you， 先出门再个人，好的，路上小心，嗨嗨快生，还是比较喜欢布丁，布丁也好吃哎、欸，那喜欢吃寒天吗？黑八宝好吃，哎，我小时候会吃黑八宝，长大比较不吃。那你们有吃过妞妞珍珠圆吗？那个也很好吃哦，推给你们，我从小吃到大。谢谢 Little Sugar 的好多缘分相遇，嗨嗨玛格丽特。有谁能将你降临我身旁？你是我的专属天使，为我能独占。那个珍珠圆就是有点像寒天的东西，它是寒天吗？你可以去上网查查看，我有点不会解释它的口感，但它很好吃，我很喜欢。妞妞珍珠也是天堂，真的真的超好吃的。我觉得它比那个什么红豆粉粿还好吃。会吃八宝粥，但不会是首选。如果是罐头装的话，我的首选可能是妞妞珍珠圆，然后第二名是牛奶花生。牛奶花生也好好吃哦，而且牛奶花生就是可以当早餐，这样一个罐头就可以当早餐。这罐 QQ 的超爱，真的没吃过，可以去吃吃看。谢谢小彩的纸飞机，谢谢小彩的纸灰机，灰机灰，但其实就是糖水味。嗯，对啦，是没错啦。可是我觉得它的那个珍珠妞妞珍珠的珍珠也很好吃。谢谢小彩的锦鲤，谢谢。不是你妹妹的 QQ， 我知道，了解了解。路程。茶冻喜欢吗？我茶冻我比较还好。我要先来设一下今天的约定。今天的约定要约定什么？大家觉得要约定什么？依旧可爱。吃水果。好诶，但我刚有吃了，这样算我算达成了。吃不完，对不起，太大份了。我已经饱了，要休息一下。我来看一下上面有什么水果。降临我身旁，真的好饱哦。为我们独占。
琴声，拥有一个真心天使，哪里还需要别的愿望？吃水果一大餐，约定生日会要到，好像不错哎。牛奶花生当早餐不太好吧？为什么？可是很好吃哎，我小时候都会拿牛奶花生当早餐。然后就是，但我觉得牛奶花生比较没有这么浓郁。去外面买那种，就是那种，汤圆店还是什么之类，它不是就会有花生汤跟红豆汤嘛？然后我觉得那种花生汤就很好喝，因为它很浓。然后。就是我小时候在想喝花生汤的时候，我就会拿牛奶花生，然后去加热，加热完之后再煮汤圆，把汤圆倒到花生汤里面，这样就是花生汤圆，你不觉得很棒吗？我超喜欢吃汤圆的。早上吃冰的对胃不好，还好吧？嗨嗨，庆庆，加热不会有水分离吗？我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那我觉得还行。再来宣传一下今日的抽奖，只要送出那个极速浪漫驴就可以获得抽奖机会哦，送一个就有一次的抽奖机会。然后我们这一次会抽出库里麻子里的签名海报，对，如果大家想要获得签名海报的话，可以帮我送极速浪漫驴哦。然后如果有想要续群的话，也欢迎在这两天丢丢活动一的礼物。然后有想要进 DC 群的话，也可以在这两天丢丢活动一的礼物哦，耶、谢谢国阳家的好多缘分项链，谢谢。应该说只是牛奶花生感觉没精神，但还好啦，就是稍微吃一下这样子，因为汤圆其实蛮饱的，花生汤也超级油，很油啊，很油又很肥。在什么呢？在等待一种。好像吃冰的会被骂，真的假的？我都照吃哎、谢谢阿果果的极速浪漫驴，谢谢阿果的极速浪漫驴，谢谢果果的极速浪漫驴，谢谢阿果的极速浪漫驴，极速浪漫驴。谢谢，谢谢果果，谢谢果果极速浪漫驴，谢谢阿伟的极速浪漫驴，谢谢，谢谢阿伟的极速浪漫驴，谢谢嘉宏的极速浪漫驴，谢谢嘉宏的极速浪漫驴，耶耶耶，哈哈，最后的问喽，哎呦，七秒了，六秒了，五秒了，四秒了，三秒了，两秒了，一秒了，公布。恭喜阿伟、阿 Kira 跟 You， 恭喜 You， 恭喜恭喜恭喜以上三位！再麻烦以上三位帮我私讯我的浪 life 的账号。对，再麻烦私讯我，你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，对，麻烦了。谢谢，恭喜恭喜！谢谢勇的气泡水，谢谢你们。每当我逆着时光搜寻你的脸庞，恭喜上三位哦！恭喜恭喜恭喜！拍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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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拍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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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兴趣嗜好，失去了，失去了，我还等着，我还等着，耶！哈哈，俊伟，哈哈，鼠哥哥，别忘了
雨停了。大家买生日会了吗？嗨嗨，艾萨克，有没有？我现在每次直播都要宣传一下，我要看有没有人会在我直播的时候下单。买了，很乖。我要看我有没有人会在我直播的时候下单。韩海防疫，大家读书啊，乖，没事没事，读书加油，恭喜啊，超厉害的，开麦大家准时买的，很棒，很棒，谢谢 Little Sugar 的纸飞机，谢谢小五糖糖，在等周边，好诶，嗨嗨，中影。谢谢健全的爱如潮水，谢谢健全的香槟香槟。曾经倔强是对的，谢谢健全的歹逆曲六啦。下次一定，直播下单会有特点吗？没有。谢谢庄颖的真情告白，谢谢庄的爱如潮水。呼吸。犹豫了很久，还是买了。为什么要犹豫？不可以犹豫啊！让你做超准时买，很棒，很棒。希望我以后能有机会，就是也是秒杀这样子。修理券没有修理券这种东西，海报寄宅配吗？观望中，别观望了。谢谢健全的爱如潮水，还有香槟香槟。等一下，我问一下哦。还是阿伟会去球场吗？怕自己家里没人收，你会去球场吗？跟荷包君的争执总是我胜利。是对的。谢谢庄的真情告白，谢谢。好，等那个，你还是先把那个资讯先私讯给我，再看看有什么方式，就是等一下那个再就是私讯跟你说，私讯对，就是。谢谢庄的真情告白，就看我有多不会说话。啊，有露露，谢谢，不会哦，谢谢你哦，耶、yeah ！怎样不得清醒？谢谢有露露的会员票，谢谢有露露的会员票。我以为是在考试前，结果查一下是考试后。好，买了11月2号。对啊，今天比较早，因为我想说。因为我原本是排比较晚的时间，但因为就是没有，就是后来就是没有那个下雨延赛了，所以就把它提早了。现在只能妥协荷包君，荷包君辛苦了。拜拜栗子，拜拜 RC， 嗨嗨庆庆，怎样多清醒？看到了空隙，在天空就容易没过去。好吧，全开心。在变成天空体。下个月不赛。对呀、啊，一直下雨，不喜欢下雨，下雨都会湿哒哒、黏哒哒的，不行，黏踢踢的，那整个人会很不舒服。我喜欢就是非常非常，也没有到非常干燥，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干燥的环境。今天播一吗？应该就是看聊到什么时候没话题。
如果我就是没话题的话，我就说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边。嗨，鱼鱼。又是好的分享。噔噔。露宿花和茉莉的风。不过五十九，好，五十九，五十九。烦死啊！五十九点五十六。立出门好多下雨天，没有，现在已经没有这个魔咒了。不瞒你，还能买谁的？我帮你，我会帮你截图起来一番。我每次都要施压你。谢谢温的姻缘线，再次五十九，不要。下雨会比较不容易中暑吗？水冷模式，好像是真的，好像是这样子。如果是闷热的话，我反而会很容易头晕。怎么跳都开不通。五十九五十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最后到底是什么。冷气又不敢关。穿雨衣更容易中暑吗？可是我是对于那种很热很热的天气很就是不擅长，对，太容易中暑。下完雨后出大太阳，人跟水一起蒸发，真的原地蒸发。自由柔，浪荡荡。最怕没有风的天气。哒啦啦啦。哦，我今天画很久哎，我的妆画很久哎，结果还没加睫毛。QAQ， 嗨，来子婷。能在胸口浮现你的脸容。嗨嗨，红枫，嗨嗨，可以不是你。喜欢有你的天气，嘴巴这么甜。嗨嗨，俊哥，谢谢就是船的乘浪而上会员票。从此你的朋友，即使我的执着依然执着，与你无关，泪自行吸收。谢谢俊山的会员票，谢谢。开到明天好了，不不不不不，太可怕了。谢谢勇的会员票，谢谢勇。他这个妆应该要直接这样子卸下来，然后这样那个明天再贴回去。来卸下来再贴回去这样子。谢谢温的姻缘线。嗨嗨吼吼。谢谢全的彩虹小浪花。保鲜膜化妆法，对。希望可以那种直接把就是我今天要化这个妆、好压上去压上去压上去。然后再卸掉卸掉卸掉。就只要那个叉叉。越抛化妆我真的喜欢有你的每一天，什么天气都没差。你怎么突然嘴巴变这么甜呢、3D 美图秀秀真的好需要这种功能哦，超需要的，那很方便耶，直接这样子印上去。不然我觉得，来，我想问各位，你们觉得画好这样子的妆需要多久的时间？含加睫毛的话需要多久的时间？对，我很好奇，就是大家对于化妆需要多久时间是，就是。怎么样的想法？45分，50分，谢谢阿伟的彩虹小浪花，谢谢画在面具上，30分，不是起床就这样吗？哦，对了，对对对对，起床就这样算了，2小时，1小以上，61.5，
60-75，一小时。好，那其实我差不多要画一个半，一个半。有的时候可能久一点，就是比如说今天的眉毛画不好，眼睛画不好，久一点可能会到2小时。对，对。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。猜中我奖品了没有？五奖真答。对，所以其实化妆超花时间的。对，只多宅2小时。化妆是一件非常花时间的事情，就是因为我会含，就是前面的保养要先打好，打好之后要再上粉底液，然后要再就是可能画眉毛啊，巴拉巴拉巴拉，画画画画，其实超花时间的。谢谢灰的会员票，圆脸图的图脸部分也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哦，你说太黑是不是？谢谢奇的彩虹小浪花，小黑瓶还是小棕瓶？你说我的保养吗？我现在目前用的保养是，就是海洋拉娜的化妆水跟迪奥的精华液。对，为什么是这两个呢？因为我其实试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精华液跟化妆水，就是我目前试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这两个最适合我的肤质，总是会有各种奇怪的光。边跑上台边画口红，真的，但是啊，好感动，好感动，好感动。可是我觉得我目前用的两个都是比较清爽型的，因为我很不喜欢脸上黏黏的，我会觉得很烦，会觉得就是跟比如说流完汗的身体一样的黏黏的，我不喜欢。我喜欢就是很干燥，就是我喜欢干燥的感觉，所以我都会上很多的定妆蜜粉，对，只是去吸那个黏黏的油腻感。这样你有办法在车上化妆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以啊，可是我觉得车上化妆是必备技能耶，应该每个女生都会在车上化妆，对，会想把它擦掉，所以我都就是比较喜欢素颜，对，因为不喜欢化妆品在脸上，但是觉得画得很好看。精华液是化妆前擦的，我会先擦化妆水，然后再擦精华液，然后看状况。有时候如果可能鼻子太干脱皮，或者醒到脱皮的话，我会再加一点就是霜状的在鼻子这边。我们直播已经素颜啦，口红直接画成腮红，什么意思？哦，你都这样，哎呀，通常比较会在，比如说像那种游览车还是什么之类的，游览车化妆是必备的那个技能。高铁，然后游览车之类的。可是我就是只有会擦在。怎么讲？我是保养用的比较贵，然后但是我的就是像眼影这种，我都是选那种开价的 CanMake， 对，然后都会去日本买很多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什么精华液化妆水是离皮肤最近的一层，所以就是它一定要好一点，而且因为是我自己试了很多，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皮肤比较能吸收的。会不会画歪？会画歪啊，会画歪啊，所以就是要带那个棉花棒，这样把多的地方擦掉。对啊，我是比较花比较多钱在保养的部分。谁与谁走，他又爱着他，
乐高的牌子真的真的，所以每次都希望它可以不要用完，不然要再买，真的哭出来。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可是我有知道的，就是我身边的朋友们，通常大家都是保养品用比较贵，因为毕竟离皮肤最近。这世界滴滴点点，全部都是你。用完你就代表要准备飞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迪奥的那个精华液超香的，好喜欢那个。而且它擦了不会黏哦。然后再跟你们分享一个，虽然你们不一定听得懂，就是呢，有些精华液因为它很润，就是很滋润，所以它就会很容易起屑。就是你如果在擦粉底液的时候，不是会拿那个粉扑这样子扑扑扑扑扑吗？然后如果就是稍微不一样的，就是稍微这样擦到的话，它就会起屑屑。对，所以其实要挑到可以在我自己啦，我要挑到可以在粉底液前面用的化妆的精华液，就是很难挑。对，我后来才挑到一个，就是我觉得它很棒，然后整体来说对我都还不错的一个粉底液。对，我觉得这对你来说太难了。谢谢真爱骑士的会员票，谢谢。我知道我再讲下去要没有人看我的直播了。谢谢真爱骑士的会员票，谢谢。再讲下去大家要走光了。嗨嗨，明喵有在听，可是对你们来说太难了。卸完妆也要擦化妆水跟精华液吗？通常要，它就是保养的一部分。我只会擦化妆水哦，没有，你会擦化妆水，我就要给你啪啪啊。对，就是有那个，就是会顾皮肤，很棒。已睡，只懂一点，没事没事，可以听听就好。可能不懂化妆，没事啊，可以偶尔来听我讲一些。嗨嗨，小汪，听得懂一点。全部都是你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。皮肤让自己受不了，挽救一下。B5，可是我觉得 B5 要看区域，它不能整脸擦，因为它比较润。如果有些整脸擦的话，可能会比较容易，就是比较容易可能长粉刺啊之类的那种。对，就是我 B5 都擦在就是局部，比如说我鼻子脱皮的时候我就会擦。嗨嗨，十一，谢谢善平的追踪，大家差不多可以打打内容啦。买了化妆水、精华液、乳液、乳霜，完了面膜 ，all in 的来。哎，那个你是不是买那个有一个早安面膜跟晚安面膜，然后是一个盒子装的那一个？因为我也有买那个，我觉得那个也是很方便，就是早上要化妆的时候敷一片就好了。回首才发现，啊，口袋里有我的保养推荐吗？你是说消痘痘的吗？消痘痘的我都用痘痘贴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长了痘痘之后会手痒，一直去抠它。但是如果贴痘痘贴的话，就防止你去抠它，会好得比较快。谢谢刚刚的好多彩虹小浪花，谢谢谢谢抓抓的水晶四叶草，耶、yeah ！嗨嗨，影子。谢谢抓的一颗星，谢谢土司机的水晶四叶草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谢谢小汪的红玫瑰，玫瑰玫瑰，谢谢嘉宏的气泡水，水水水水，谢谢抓抓的彩虹小浪花，谢谢抓抓，嗨嗨明明，大家可以打打内容啦。嗨嗨，微积分大师，可以
不相信。谢谢吐司姐小号角，不，好哦，念人拜拜。一定要爱下去。相依为命。东坡惊醒。大家可以打打内容喽。谢谢，可以不是你的酒，还有19，还有9，谢谢，谢谢笑脸的分享，谢谢可以不是你的姻缘线，啊啦啦啦啦。谢谢哇！谢谢小彩的超平行爱恋，谢谢小彩的超平行爱恋，谢谢小彩，谢谢 Tomato 的会员票，谢谢勇的会员票，1、2、3，木头人再不行动就要被扣分，谢谢勇的气泡水，还有会员票，谢谢可以不是你的姻缘线。谢谢11的纸飞机，飞机灰，飞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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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，我的命运不要清醒，紧紧抱着你，爱写出我的诗经，祝我的命运一辈子。嘟嘟嘟嘟嘟，耶！这个可以不是你的姻缘线，大家可以得到内容啦。我要来念榜喽。你的注定不是我的命运。静静的旅行，啾啾啾啾啾，哎呀，在这里。谢谢，可以不是你的姻缘线。好，来念榜喽。念榜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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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可以不是你的音乐人，第一名是林果果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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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阿果果没打内容。接待爱的你，也没那一个自动。優しい目も真面目顔も全て知ってる私が言うて、空で輝いてる。星まじっちゃ輝かないの、眩しい君が世界一だよ。好きだ。谢谢阿果果，谢谢第一名的令果果。有没有打内容？你有改吗？阿果，你是不是没改？我可以再回来再看一次哦。我再念完再回来看一次，如果有改的话，我再念。谢谢第一名的阿果，谢谢阿果，谢谢第一名的果果，谢谢阿果，耶、yeah。谢谢第一名的果果果果果果果，
啦啦啦设成闹钟，为什么要把我的啦啦啦设成闹钟？很丢脸嘞！谢谢第一名的阿国，谢谢果果。第二名是小彩，谢谢小彩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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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第二名的小彩，谢谢小彩，谢谢小彩。额头狠狠撞到塑胶箱子，为什么会撞到塑胶箱子？你是不是没有在看路？好好，俩对完哈。那不就还好你没有在那个时候认识，不然你到最后就不会推我了。就耍笨。对啊，今天是生日会话题，就耍笨。别再呛了。对啊，就是一种缘分。你如果在 TV 时期就认识我的话，你搞不好就不会就是。就不会成为我的粉丝，不会喜欢我，你会喜欢别人之类的。希望明天可以看到好久不见的丽，可以啦，早休姑奶奶呀，工作辛苦了，谢谢小彩，辛苦了，我这卡嘞，辛苦了，不要太累哦，谢谢小彩。谢谢第二名的小彩，谢谢小彩，耶耶耶耶！谢谢第二名的小彩，谢谢。不要再耍笨哦，撞到很痛哦。谢谢第二名的小彩，第三名是宝娃娃，谢谢宝娃娃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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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宝物娃娃娃娃娃。对呀，大家就是大家如果可以就是都可以改内容跟我聊聊天，我也会很开心啊。但如果觉得每一次都改很累的话，那也可以跟我说，没关系，我就偶尔看看大家打打的内容，我也很开心。不可以偷懒，不可以偷懒。好了，我要偷懒是让你们偷一下懒的。谢谢宝娃，但就是难得的时间可以这样子，就是一个你叫什么？就是大家比如说有生活想跟我分享的，我也可以听。赞啦！谢谢第三名的宝娃娃，谢谢宝娃娃，谢谢宝娃。第四名是大饼，谢谢大饼。好耶，如果到时候可以来的话务必一定要来哦，如果有空的话，没有的话就只好明年再见了吗？对，生日毕竟一年只有一次，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，嘿嘿。喂，不要说对不起，不要说对不起，偶尔来看看直播也是很棒的。对呀，会继续加油的，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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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大饼，你也要加油哦，辛苦了，有空再来看看我。谢谢第四名的大饼，谢谢大饼。第五名是四豪，谢谢四豪。啊，有点忙，本来要个总结，下次吧。嘿，你都打了，就你都打了不打完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要打，打了就讲完嘛。好啦，谢谢四豪，谢谢，谢谢四豪。下次要讲完哦，话不可以说一半哦。谢谢第五名的四豪，谢谢四豪，耶、yeah。谢谢第五名是好，第六名是嘉宏，谢谢嘉宏。现在手上今天好像很尴尬，
抵抗力充足还是放弃好了？没什么，你为什么可以抵抗力充足？表示我现在已经就是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很可以很常见到的人。没有，我没有就是没有以前的魅力了，是不是？结果电脑屏幕坏了，昨天看到您的脸一直 shining， 我的钱包跟着 shining，shining， 坏掉的电脑 shining，shining， 然后的电脑坏掉了。啊！虽然最近不会上那个很像白光机，台照快发霉了，真的，真的不要再下雨了。很想要买很多台很多台除湿机，24小时开着，疯掉。加油，奶奶！加油，奶奶！加油，会加油的。谢谢嘉宏，我会加油的。谢谢第六名的嘉宏，谢谢嘉宏，谢谢，谢谢第六名的嘉宏，谢谢嘉宏，谢谢第六名的嘉宏，谢谢，多谢，嘿嘿。谢谢嘉宏，第七名是阿伟，谢谢阿伟。谢谢庆庆的阿伟，啊，常来聊聊天，虽然你是庆庆的，但可以偶尔来聊个两句。谢谢阿伟，谢谢阿伟，谢谢耶、yeah ，谢谢第七名的阿伟，谢谢，第八名是阿 Kira， 谢谢阿 Kira。直播看不出来例子有水肿，对啊，我其实很水肿，但我现在还好了啦，对，因为我已经喝了整天的红豆水了。有没有雨变小？一下子一出门就下大雨，这肯定是丽丽，不是我的锅，怎么可能会是我的锅呢？这下了三天了，不是我的锅吧？不可以什么都我哎、欸。好的，对，其实就是现在应该不太需要消水肿了啦。对，但晚上把它喝完就不要浪费。不是我，绝对不是我，我不是鱼女，我不是鱼神。谢谢第八名的阿 Kira， 谢阿 Kira。有锅老板背，这锅我不背，这下雨绝对不是我害的。谢第八名的阿 Kira， 第九名是 ADD， 谢 ADD。内容好。我不要，你只可以单推而已，我不可以，不允许，不行，你把那个扇子退掉。好，不可以了，不可以了，艾莉不可以这样哦。你不要就是我不在 TP 之后就要那个找一个新的来看哦，不可以哦，我都在看着哦， I'm watching you。 提示吗？但是我现在没办法给你提示，因为我还没有那个，因为你还没决定。对，因为我还没决定，所以我也没办法跟你说明天抽什么。对，不是我不告诉你，是因为我还没决定好明天要抽什么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讲。ごめんね，抱歉了，不是我不讲啊。对啊，我都当天才决定。抱歉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谢谢艾迪迪，谢谢艾迪迪，你不准给我，不准哦，不准给我加推哦，还是你会就是把那个内容那边再改掉，这样子，就是我不是那个 only one， 太难过了， so sad。
谢谢艾弟弟，谢谢第九名的艾弟弟，我就默默的看着，没事，我现在是个成熟大人了，对，我不会就是对，要不会叫你们一定要推我啦，但是如果你们有推我，我会很开心啊，这样子。你希望的话也是可以的，好，那就这样喽，那就没有其他的说话的余地喽。谢谢第九名的 ADD， 谢谢 ADD， 谢谢第九名 ADD， 第十名是 U， 谢谢 U。骑车中先打好，骑车小心。我怕我这样是太大声了，你这样如果骑车戴耳机是不是会炸掉？骑车小心哦，路上小心。这样有没有比较小声？好像没有。出门没雨，在球场大雨也只能忍着哭了，哭晕在厕所。为什么？真的为什么一直下雨？不要再演了，疯掉！不要再演了，拜托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玉也辛苦了，谢谢玉。晚安，早休，早休，谢谢玉。好啦，回去小心哦，路上小心哟。谢谢第十名的玉，谢谢玉。接下来第十一名是建成，谢谢建成。你刚刚有说，你刚刚有说没有那个对不对？你没有那个。你在什么用网页版对不对？那等下次你再上榜再打不一样的内容喽。谢谢谢谢建成。如果时间可以的话，要记得来弟弟的生日会哦。谢谢谢谢建成，谢谢谢谢建成，耶、yeah ！谢谢谢谢建成。谢谢第十一名建成，第十二名是 loser， 谢谢 loser。昨天，好了，你再难过就别更新了，没事，有时候这样子更新也是一种更新。谢谢 loser， 谢谢，耶、yeah ！哎呦，戳到自己眼睛。谢谢 loser， 别难过。谢谢第十二名的鲁蛇，谢鲁蛇。谢谢第十二名的鲁蛇，谢鲁蛇。耶、yeah ！第十三名是点，谢点啊，你好，谢点，谢第十三名的点，谢。耶、yeah ！第十四名是庄，谢庄。太难了，这礼拜没办法，这个大雨的部分谁都没有办法，就是改变这场大雨。吃了炸鸡大师，吃啊吃，没看到就是要开心的吃啊。算了，说一不然下周真的精彩了，拜托拜托，赶快顺顺利利，不然就是斗夜痛，对。觉得困扰。谢谢庄，谢谢第十四名的庄，谢第十五名是 Little Sugar， 谢谢小糖糖。你用一起班带劲，谢谢好烂哦，谢谢。对呀、啊，一直下雨，不要再下了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不要再下雨了。两个李老板，第一次优先考量，好的。太难，这个更新现象，因为这全是一些笑容，烦呢、欸。那个笑话真的很烂，可是都很好笑。最喜欢谐音梗了。
很烂，可是很好笑。谢谢第15名的 Little Sugar， 谢谢小糖糖，谢谢 Little Sugar， 谢谢，谢谢小糖糖。第16名是阿抓抓，谢谢抓肯肯。哎，阿抓需要换那个了吗？换那个表情了，一样是熊熊吗？看不出来，应该是的，可爱的熊熊脸。谢谢第16名的阿抓抓，谢谢抓坑坑，谢谢阿抓抓，谢谢抓抓耶、yeah ，谢谢抓坑坑，谢谢第16名的阿抓，谢谢。好，现在补看一下，本来我有看到那个翠上面全部都是这个。超好笑，悍将齐心，大家爱雅音，坦堂齐心，大家爱李李。有看滑到超多都是这个影片，谢谢李明的阿国，谢谢果果。好啦，那么今天的直播差不多播到这边啦，谢谢大家，多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看今天的直播，啵啵啵啵啵。哎呀，大家有没有还没有就是交出你手上的会员票的？我先来搜刮大家的会员票，搜刮你们的会员票。拜拜，早休啊！有没有呢？有没有人还没丢？等你们一下。谢谢玩的会员票，谢谢96的指挥机，谢谢纪委的会员票。谢谢大家，耶耶耶耶耶，晚安啦，奈奈哟，拜拜，耶、yeah。